爸母恩爱生下兄弟有双人，可惜无福的相亲，三年离开这个世间上，剩我一当我的大兄双人相依为命。虽然讲家庭生活，我是富户人家，会当讲食穿拢免烦恼，可惜天公伯总是创治人，我的大兄自细汉就两背在身，伊的身体拢一直一个爸母带着，四处请了大夫，来医治也拢无起色。我为着要来陪伴大兄照顾伊，莫让伊感觉孤单寂寞，科技到位，我拢唔敢上惊户口。我不忍心放着大兄一个人踮在故乡地所在，厝位渐渐不标，落到家乡，四分会完毕，准备回转家中，找找大兄就是啊。这个一寸光阴啊，一寸金。我是春光阴啊，做人就爱有正气，宝贝你啊出头是，你后是出头是啊，来去这么多人是在我倒数
什么人知影？一去就拢总无倒转来。阮阿爹伊为国尽忠，所我来如此的下场。我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手无搏过起来。阮阿娘也真早就已经离开，即嘛只剩我一个人。我无阿爹，无阿娘。我是孤苦无依，而且，就连阮阿爹死，我就无迄个能力，会用四方一个土为安。莫讲是要将伊埋葬，就连我的安心住所都无。我每时间伫咧外面流浪，带着阮阿爹的性子，阮是无一个安心之处。我实在感觉真自责。假使我若是一个查甫囝，是毋是我都会用说有能力，予阮阿爹过着好的生活，免予阮阿爹为着这个家奔波，到最后为国捐躯，已经几日工拢无食饭啊，实在有够枵的，来到这个家路上。安尼人来人往，这么多人，不知影什么人会这么好心，什么人会敢来跟我斗相共？走。什么人跟我斗相共？姑娘，远远的所在，我就听到有人在啼哭，啊，你是发生何事啊？你敢是歹人？我自然会哪有成歹人？我是好人呢。歹人的面也袂写伊是歹人啊。讲嘛是有道理啊，只是讲啊，你踮在这个街路上，你伫咧啼哭，啊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拢是为着阮阿爹啊。我叫做钱翠娥，阮阿娘早死，阮阿爹本来是在条为官的呢，什么人知影？伊出兵去甲番禺烧战。然后就死了。原来是安尼啊，所以你踮在这长假的所在，你身上无金钱，你伫咧卖身葬父。是啊，你敢知影？阮阿爹死了后，我拢无钱通予伊落葬，伊就对我安尼死四界行四界走。我实在哦，感觉就对不起伊的，唔只会来到这个家市，唔知影什么人。又是跟我斗相共，你的处境我嘛感觉真同情。要不安尼，我自我甲你介绍，我叫做刘耀武。踮在这个地方上，阮刘家总算是真有名望。唔知，假使你若愿意，我带你倒转来我的厝内底，为做一名的女婢。不但如此，我都当下金钱，予你安葬你的爹亲。真实嘞？是啊，你是大少爷。而且佫愿意跟我斗相共哦，够着！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实在有够好诶！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遇到贵人安尼，你放心，你送我倒转去吼，做牛做马我拢甘愿，只要哦，你予我诶养子有一个大诶所在就好啊！所以你放心啦，既然若是安尼，你愿意，那安尼你就对我来去。多谢你，有够好诶！
刘耀文正是我的名字。爹娘结发恩来，生下阮这对兄弟来出世。自细汉的时阵，爹娘就真早离开阮兄弟的身躯边，会当讲兄弟双人相依为命大汉。刘家的所在，咱人知影，阮刘家是富而富家的子弟来出世。对于阮兄弟食穿，不用来烦恼。严哥要问我，自细汉出世，我着带一个父母在身，会当讲这个目睹，参像药毒共一样。药我嘛食真济，依然拢无起色。我的小弟为着我的病情，四处走找名医，要倒转来甲我医治。医院也是无效果，求早爬去，不见小弟，听长事后。是哦，看出来对你怎么样？这就是你刀哦，我唔对，有够水的呢。对我哩白皮，好。小弟，小弟，我倒转来啊，你倒转来啊，是唔是？是啊，小弟，光看你今天倒转来。旁边这个姑娘到底是何人？大兄，我甲你介绍，伊叫做鸡嘴哦，踮在长街所在。我看伊是咧弄这个皮口，原来我向伊问起，伊对我一个讲，伊袂心脏好，所以是人孤苦无依。我想讲，该带倒转来府内，啊，互伊居住啊。原来是如此，小弟你为着大兄的病情，四处走找名医。大兄，我也感恩在心。自细汉，大哥我身体就无好。你出外哩，碰到这个姑娘，姑娘你好，听阮小弟是我的大兄，你名唤鸡嘴哦。是啊，鸡姑娘，既然你碰到困难，恁阿爹一命来亡，无倒伊的金钱，通好甲伊买葬药师。做你放心，今天你用我的小弟带回陆家庄的所在，做你家的安心居住。生来阮陆家数一数二的富户人家，无加一块瓦一箱地，你着尽量家住了，当做你家己的厝。哇，你有够好心的呢！即卖用细餐像你们的心，见义勇为的人真少，多谢恁对我的同情。也够给我收留，也唔够哦，我袂白吃白住啦，我会伫咧遮哦。你若有甚物款的工课，你只要你吩咐我，不要紧。钱姑娘，你太过客气咯。阮陆家的所在，查某囡仔奴才真正多，万免讲，予你出手来甲阮斗做工课，做你放心，并通这尔客气。你若安尼，强强不如强命。对大兄，无我先来带进入。好，来，多谢你。大兄、小弟，啊，你今仔日身体感觉怎样嘞？也毋是同款，你嘛了解，大哥的身体自细汉就带这个病母在身，药我嘛吃真多，依然拢无起色，所以大哥反倒倒来要来苦劝你，你唔通阁为着我的病情。出外去找找名医，你四处伫咧奔波，大哥我看伫个目睭内，我也唔甘你啊！大兄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我双人是兄弟，爸母已经不在，人感情甚好，我总是希望有一天会当来请到大夫将你医治。那是安尼，你对你阿家己有信心吗？放心，你鼓励我的言语。我也藏在心，那安尼是，大哥是讲先回房来去休困。好啦，无我陪你进入，大姐进。
是马儿，苦命结发，但生我是独生女。虽然住在陆家未必，但是陆家的人拢对阮真好。阮阿弟啊，已经年老啊，所以有一寡工课，我拢会甲伊斗三工。今仔日住伫这个花园，顺便来扫涂骹。较小影，甲细汉的时阵看到，无同款啊呢。细汉甲大汉总是有差别。小爷，平常时要看到你嘛足困难的，因为诶，你真贤读书，而且阁时常伫个外面施文会，对无？对啊。是讲你伫遮伫做工课。对啊，阮老爸已经年岁遮尔老啊，而且常常阿兄的代志。阮阿爹嘛爱管真济呢，我知影哦，伊安尼足辛苦的，所以有啥物代志，我才甲伊斗相共做。你实在真贴心，是讲秀英会当踮在后方的所在撞到你。其实你敢知影？我看你这么乐观，难道是我？我是一个查甫囡仔，煞不如你啊？不如我，秀英。为什么我看你好亲像有心事？无妨你甲我讲啊，咪伫咱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有啥物代志袂讲一下吗？真想呀，好啊，我会当分享我的心事互你听。要无安尼，你物件先放咧，工课莫做啊。其实秀英啊，你敢知影？你莫看我安尼，虽然阮家是富户人家，食穿拢免烦恼。但是我心肝头嘛，我烦恼的代志呢。烦恼的代志。是啊。我若无唔对，你就是烦恼大少爷。无唔对，你确实有够巧。我烦恼阮大兄，伊的身体状况一直袂当起色。若是安尼，我为着功名大禄，虽然逐天踮在厝内底伫咧勤读圣贤。科技也已经错过，我心想，我若离开家中，就惊户口。大兄，什么人要照顾伊？又搁什么人会当陪伴伊？这是我上挂心的所在。这件代志，我嘛唔敢对阮大兄讲起，只是会当藏在心内。李少爷，我感觉这问题真简单啊，并冇亲像你想的这么啊复杂。其实查甫人身躯边一定要有一个贤内助，大少爷伊是对爸母，也毋是真真正正一个破病人啊。如果若有一个查甫囡仔伫伊身躯边，会当甲伊做伴，心情若乐观，自然病都会好啊。你听我讲，找一个甲伊来做伴，伊若心情开朗。自然伊的病会当起色。嘿，你伫咧讲，我若无想到，你家想，伊三顿若要食药，拢是阮这个查某囡仔奴才伫咧家哄胎，这种的心态是无同款哦。今仔日阮若是伊家己的人，伫咧家哄胎，伊是毋是感觉心肝真大心？你讲了无对，也毋过受益啊。其实这段日子。我跟大兄相处，我嘛知影，伊一病不起，啊！你突然之间，我要去找对一个查囡仔，会当来陪伴在伊的身躯边啊。这个人一定爱做代志，真大心，真小心，甚至是会当予二少爷你有够信任的人。我收到，一言当千万中人。
失的自甘。我娶回来迄位女婢，好亲像像你讲的同款，伊非常伶俐，伊嘛真大心。踮在这个府内，也已经一段日子，我拢有伫甲伊观察。你是讲伊个嘴毛听听？我唔对。你跟我想的是同样，我有发现，伊特别对大少爷非常的大心哦。你敢知影？阮伫迄个做客的时阵，伫咧煮药汤，伊特别的注意大少爷的药汤，而且又伫咧关顾，若是煮过头去，迄药就无效啊。正是的。是啊。我伫咧讲，一人煮粥不当两人思量，我将心事讲予你听。你会当来分析，予我了解，确实有影。翠娥这个查囡仔确实袂歹。好啊，伊若无，这条的红线就由我来牵。安尼真好啊！如果你若亲自对伊讲，相信翠娥姐姐，伊绝对袂推辞。啊，你讲话得较婉转嘞。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我自有办法。啊、对啦，秀英，莫、一直甲人讲阮大兄的代志。其实我有几句话想要来问你呢，问我？是啊，杜姐，你讲的代志已经问完啦，今麦我要问我，问我什么问题啊？问你的代志啊？问我的代志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来问你，你甲恁阿爹啊，双人相依为命，敢讲你无意中人啊？暂时无想到这么多，我敢那希望阿爹啊，伫我身躯边。我非常的珍惜每一天，我要给他哄胎，哄胎到老老老。你真正有够优秀，只是讲，若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让你摇身一变，不再做人的奴婢，会当让你吃好穿好，不但如此，对应着你的阿爹，唔知你敢愿意？嗯，少爷，你讲滚生气哦？我是什么命底？我真命命，但是我即马。感觉真快乐，嘛真知足，因为恁陆家所有人拢对阮爸囝真好，我无啥物感觉有委屈的所在啊。我毋是感觉你受到委屈，我是。你是啥物？秀英啊。像我秀英，其实咱两个人的环境是无同，
我惊讲受人来议论纷纷，我本机唔敢停话呐。原来你是咧顾虑你的身份，秀英，你若这么天真，人伫咧讲姻缘是天注定，搁再讲终身大事是我花甘意愿，什么人看轻你咧？敢讲你无愿意？我是无愿意，我是感觉又惊又喜，家己敢有伫咧做梦？你毋是咧做梦啦，也若无来念我嘛？哦，你今日跟我念无？从第二个啦，既然你若安尼，我就准你答应哦。那安尼，你嘛来甲阮阿爹讲啊，阮阿爹敢若生我这个查囝呢？我是惊讲哦，伊会唔甘我嫁予你。我做拜吗？不是啦，迄个老爸你疼查囝，当查囝大要嫁出去，人也唔甘啊。原来是安尼，当然，伊甲你饲到这么大汉，用心伫咧甲你栽培。虽然恁爸囝踮在阮的故乡，尽心尽力为奴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我嘛是征求伊的同意，才将你娶过门。我会等待，你科技将近，若是功名成就，这个议论咱的婚姻大事，即马目前上重要的是大少爷的代志。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我会随来办，也毋过小英等一下。我跟什么啊？偷偷上讲会飞呢？我无呢。甲细汉同款啊！你是囡仔、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会变心就是会变心啦，无常常讲安尼拍打勾勾安尼就袂变心啦。咱细汉拢安尼算啊。你答应我，你会晓哦？会喏。你真正是我的亲妹，顶我的好，刚安尼做伴，我的苦水两知。嗯，好，安尼哦，婚姻大事咱有约束。我今嘛先来去找阮大兄。好啊，而且你若要讲亲情的时阵，会记得对翠娥姐姐讲得较婉转，毕竟你是查甫囡仔，会歹势哦。我知影，那你我来去哦。嗯，好。我若是看到伊吼，我着替伊人生感觉足绝望的。我
若是伊吼，我可能活袂落去安尼。每时间都伫咧食药啊，伊若无吼三不五时就爱请大夫。我看吼，将来若要嫁予迄个大少爷的查某囡仔吼，一定是真可怜的。迄查某囡仔若是嫁翁吼，就是希望讲翁婿养媳予伊倚靠。啊，若迄大少爷未来的某吼，实在想着吼，予人感觉真悲哀。也毋过迄个二少爷就无共款啊。看伊逐天吼，那些精神又搁好，人又搁英俊潇洒，实在吼，予人笑心鲜的。假使讲以后，我若有这个福气，会用去嫁予二少爷，毋知影要有管伊较好个呢。唉，也毋过无办法啊。即摆我吼，家境是甲人袂比个呢。我若爹阿娘拢死啊，算起来我是孤儿，有这个所在通去住，我着应该会欢喜啊。是讲透早爬起来，要若无休困一下，连暝吼再来去厨房做工课。走。少哦，是我李少爷。李少爷，是你来也是？无唔对，我开门哦。少哦，李少爷，哦，是你啦。我知影讲哦，你来这一定是要找我做工课的吼。啊，不是，你莫误会。今仔日我来甲帮忙找你，我是有代志要来甲你参详。有代志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嘞！若有甚物款的代志，你会用这情款吩咐我，何必着讲参详？怎样啊？我想要来问你，这段日子你踮在阮的府上，到了敢会惯习？当然嘛是会啊！你对我的照顾，这尼啊无微不至，有通好食，有通好住，我哦当然真满足。真好，只是讲，像哦，迄一日，我听你伫咧提说，你的老爸老母一定不在这个人世间，算起来你是孤儿。啊，你自从来到阮陆家的所在，嘛会当讲你是阮陆家的人。敢讲你无想要招呼配婿？招呼配婿，当然嘛想啊，这是查某囡仔吼心中的愿望，就是甲一个家己喜爱的对象做伙。也毋过，对着即卖我来讲，这好像就是真遥远的梦想呢。因为我无阿爹无阿娘，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是啥物人要娶我？所以，其实伫你的心肝内，你嘛想要找出一个终身的依靠。当然啦、啊，假使闹这个对象，你敢愿意？对象，李少爷讲些话，敢是伫咧暗示我，迄、那个对象，敢是？李少爷，我唔知影讲，你所讲的这个对象是啥物人啊？假使你若愿意，其实我要替你找的人，就是我的大兄。你，大少爷？是啊。李少爷，怎样？你敢是伫咧跟我讲双笑？你嘛知影，大少爷伊的身体无好呢，莫讲是照顾伊的某囝，就连要照顾伊家己都有困难。我想，阮两个人无适当啊。我知影，你来到阮府上一段日子，阮大兄的状况你嘛真了解。虽然阮兄弟双人感情甚好。也毋过，总是要有一个母子陪伫伊的身躯边，对伊大心体贴入微。那呢，我毋只会当放心。我看你这段日子，踮在阮的府上，你伫咧为人做事，我拢看在眼内。你就是阮大兄要找迄个人。阮阿爹，才拄我离开世间上尔，我的心情还袂平静的。假使讲我若真是嫁大少爷，我着爱安尼先甲伊照顾呢，我家己阁照顾袂好势啊！我是免做能力去照顾一个病人。其实我嘛不瞒你说，团拄下本来我阁以为恁咧讲的迄个对象是你，也毋过家己听一个清楚，你是爱我嫁予你的阿兄。我想我确实无适合啊，翠娥。你当真唔答应？也唔过恁所想看卖，苏当时你四处伫咧流浪的时阵，天气这么寒冷，那
若不是我踮在长假的所在，将你带倒转来阮娘家，予你一个安心住所，免让如今的你存在。要搁再讲，你若嫁予阮大兄，算是甲伊冲喜，无得哭，伊的病情就会当好起来。那呢，以后你踮在娘家的所在，你是大小奶奶的身份，嘛会当庇荫你后半世人，会当吃穿拢免烦恼，敢毋是嘞？你讲的我拢知影，确实恁全家对我有温情，也毋过温情佮爱情，这是两回事。敢讲你勉强阮两个社会，就当得到我阮的结果性？感情是会当豆豆啊培养。阮大兄虽然人伫看病，也毋过伊嘛是一表人才。敢讲你袂当考虑看卖？若安尼，你予我什么时间考虑？这是要如何是好？哎，要催我，我不懂，我不管哪有，可是我欠因你哦。阮娘家绝对袂来亏待你。你所讲的是真实的，无唔对。其实你讲的话，但拄是我经过考虑，你讲的嘛是无唔对。搁较安怎讲，你嘛是大富户人家，恁阿兄的病，卡孙那是用心家照顾，不定着伊也会转路。到时阵，我袂用进入一个我靠重心的家庭。好啦，既然你就安尼死讲，人讲识时务为俊杰，我愿意答应。真是，既然你答应了，要不你带我来去正经的所在找阮大兄。好，行，来去。大兄，来啊，大兄，小弟，来，你吃坐。你大兄有啥物代志？大兄。来到真正的所在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你若是兄弟，有啥物代志尽管讲。大兄，你年岁嘛未少啊呢，我想讲找一个对象，会当踮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陪伴。小弟，你真是爱讲三笑。你嘛了解大兄我，自细汉带这个父母在身，哪有一个姑娘，我甘喜欢。要嫁予大哥做某仔，照顾一个病人的。阿兄，你就是安尼，事事行行拢去想着别人。虽然讲你带爸母在身，也毋过无得通人伫咧讲的啊。你若结婚落去，会当甲你冲喜，啊，你的身体无得较会恢复健康啊嘞。伊拢白事，听一个人伫咧讲，讲啥物喜冲喜，啊，我的病就会好。你吼、唔通吼伤过迷信，这有诶无诶？阿兄，我毋是迷信，我知影你因为你诶病情，所以你毋敢成家立业。啊，搁再讲，如今我会来到前厅找你，我要替你找找对象，伊嘛毋是别人。对象？我听你安尼死讲，你伫咧讲已经有对象大人？是啊，啥物啦？真小姐，你是要讲三笑是毋是啊？人个真小姐生着这么水，伊哪有可能答应要照顾大哥我这个病人呢？阿兄，
翠娥来到咱的府上，这段日子，伊所作所为，你不是拢看在眼内？确实的呀，钱姑娘吼是非常的乖巧，这段时间伫咱的厝内底，伊所表现的，大哥我也看伫个目睭内。无唔对，既然翠娥答应要嫁予你，伊若踮在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、照顾你，我会当放心。我人不敢答应。翠娥，哈？哦，我答应啊！你真正答应？嗯。既然小弟你啊吼，已经甲翠娥讲好势啊，大哥我嘛无意见，我只是感觉吼，会吼枉屈你后半世啦。袂啦，大兄，你着爱对家己有信心。只要翠娥陪伫你个身躯边，相信有一天。你一定会健康起来。好，我若无答应，你阁吼一日吼为着我的终身大事，安尼伫咧烦恼，也毋是办法。你吼三年一个吼的日子要去复考，你为着我吼，你嘛放弃这个机会，我感觉我做大兄的，真是对这个小弟安尼吼愧对在心。你为着要照顾我。你别项代志拢惊袂开脚，大兄，即马有翠娥陪伫你的身躯边，这件代志我嘛当要对你提起。可惜的日子也已经到位，我想讲，即时要往到京城赴考，翠娥得陪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。放心，只要有翠娥在身躯边甲我照顾，你若要做啥物代志？你着尽管放心，我知影，翠娥，阮大兄着拜托你。我知影，你放心。阿兄，两哥，小弟，虽然有翠娥伫身躯边甲我照顾，也毋过，你若要去行城地，大兄我嘛袂放心，放你一个人往京里去，你嘛知影。阮厝内底家仆妈姨，伊照顾阮玉家已经有三代了。大哥心想，妈姨若对伫你的身躯边，事事项项拢会当甲你照顾，有伊陪伴，大哥我嘛比较较放心。好啦，无甲遵照大兄你的意思，妈姨一同进去。我袂把妈姨叫出来。妈姨，来了。参见大主人，伊主人叫我马姨出来，有啥物代志咧？马姨，你伫阮陆家的所在，威迫嘛已经三代了。如今怪小弟要往到京城前去，我心想爱你陪伫伊的身躯边，事事行行甲伊照顾。袂用急，袂用急，大少爷，你身体安尼？啊！你自细汉就坎坷，一直拢是李少爷甲老罗妈伊伫咧甲你照顾。啊，阮两个人若离开厝内底，啥物人要甲你顾？放心放心，真啊吼，有翠娥伫身躯边甲我照顾。翠娥，这个是阮家的奴才，叫做妈伊、哦，有伊甲我照顾，所以你就比较较放心。是我避过门，拄则恁李少爷。甲我同意的婚事啊！是安尼，原来是少奶奶。哎呀，失敬失敬。啊，既然大少爷你有娶某啊，安尼我马姨就陪李少爷去京城。有道理哦，马姨。我来看细路物件，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大兄，大兄弟，莫离开过。即阵我若往京里去，需要一段日子倒转来。你自己天气多变化，衣裳裤我爱穿较济。是，翠娥在身躯边甲我照顾，大哥我嘛毋是三岁囡仔，你吼毋免吼为着我这么啊挂念，只是讲，咱兄弟双人相依为命大汉，你今天要出远门前去，毋知何时何日才会当倒转来，大哥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，未经出家门之时。你甲大我的面容，看好清，看好明。哎、欸，
听着大兄。是啦是啦，李少爷，咱要往家附近，有高中无高中无要紧，联络赶回厝内底，离开一段期间，总有相逢的机会啊。是啊，好啦，可能是我想伤济，毋捌甲你离别过。阿兄，你还会记得哦？我若无叮咛，你食药的时间，你家己。哎，叫准时吃药啊！请我小脚包。你少爷，咱来去，咱来去吼。高调吼。大兄，你保重，你要照顾你家己。是哦，我大兄就拜托你。我知影。保重吼。大兄，你要保重。你嘛同款。我明早六点。好怎样？保重哦，小弟。谢你啊，大少爷，好啊啦，人已经行真远啊，你哦就莫阁看咯。我怎样？阮小弟哦，无伫个这段时间，就麻烦你咯。袂啦，你的身体无好，唔通哦徛伤久。你若无，你先去房间休困啊。我先进房间。什么世界？但是来变个咧是，哼，安怎兄弟情深？我着知影，这个世间上哪有这尼啊无私的人，愿意给我收留？原来吼，恁就是有目的的啦，哼，有够自私的呢。迄、那个吼，就是你的亲人，就是你的阿兄，我着毋是人心啊！为着要照顾恁阿兄破病吼，牺牲我的婚姻，搁用温情来给我啊！叫我后头一定爱嫁予伊，哼！讲搁较济也无路用啦。啥物人叫我无依无靠？即摆我伫咧娘家，我就是为伊个外人。我若是无照因的话，嫁予迄个大少爷，安尼到时阵我毋着甲人赶出去啊！哼！人伫咧讲，风干刀薄面，甲像我即种的啦。但拄则吼，我搁伫咧共人纠缠，讲以后大少爷因某足悲哀的。结果哦，想袂到我讲着我家己啊，是讲哦，即马讲这拢无路用啊，拢假讲的啊啦。看迄个大少爷，人讲一个话就安尼心有愧无力。哼，你若无安尼想好啊，既然即马哦，余少爷嘛无伫咧厝内面啊，啊大少爷哦，倒咧眠床顶，想要破病破病，啊无我来去庙寺的所在哦，甲我的心事、甲我的苦情，拢讲予佛祖听。看伊吼，是毋是用只甲我斗相共，让迄个大少爷的病吼较紧好个啦，来去。哦。
生作水，名嘛真水，但是真可惜，今生今世比较不足，就是我无能为力，娶一个你娇妻，讲到阮某就是大有来条，油丽花，此花非彼花，并不是迄个花，落去阮家是独一无二的花，讲着伊，我着清咽去啦，莫讲夜爸，今早爬起，我穿乌西服，唔惊世事。道路白坡坡，无人甲我娘下讲。眼管今日天气秋好，中间所在，事事行行，解我心情着声。
今仔你两个人出生一对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从今以后有缘才来相找。喂，你伫咧讲什么啊？谈对象哦，才拄啊讲，你会永远拢陪伴我尔，结果咧得着了哦，原来你是这种的薄情郎。竟然吼讲什么有缘，才过来相找？我是要讲到过呢，无对啊！我讲你嘛无对啊！啊，今日咱的意思，你是要要甲我放个说你去哦、喔？我是无这款的意思啦，只不过，唉，我要甲你离开等阮厝啊。要哪安尼？我是要安怎？什么？你要安怎？你是查某囝仔人，你有啥拍算？当然嘛无拍算。啊，对恁兜啊？我才无想要倒转去嘞。你家中无温暖，当然无温暖。我家中嘛袂当互你温暖啊。凤姐哦，你就算想要互我温暖嘛无法度，因为我是有夫之妇嘛。阿娘喂，你若无甲我讲啊？你有听到？你干安尼死啊？怎知我袂当出村？他就是。等下，你要去哪位？我等阮家叫阮某啊。你嘛有错咯？你陈祖先，奈无跟我讲啦？好人啊，无小偏，啊一人欠一个，多好。我无爱，你跟我讲咧。你哦，菜花贪薄情咯，你安尼想哦，跟我得过手了后，就想要找借口，跟我带来做你嫂哦。我不是一个查甫人，你爱对我负责。我是一个有娶某的查甫人，是变我跟你负责任嘛哈？你当真哦？敢那你上委屈咯？我嘛是有翁的人啊。我都无社会人在陪，甲你做伙啊！你哪会当这尔无情，讲这种话？啊，无你的想法是安怎样？其实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我会感觉无温暖？你会当引我一阵高通的？唉，其实哦，我的翁婿，我会来嫁伊，根本就不是我自愿的呢。简单讲，我是予人跟我压迫的。予人压迫婚姻之事？是啊，本来我是一个孤儿。我伫咧街路上的所在卖新送货，我拄着迄个六甲的少年，伊讲伊愿意要甲我收留，我甲伊倒转去，结果咧想袂到，伊还佫有一个阿兄咧，迄个阿兄吼，逐天佫伫咧破病，逐天佫伫咧食药，吼！你敢知影迄个二少爷，讲伊要上京赴考，惊伊阿兄无人顾，用予伊对我的温情来甲我欺压，讲吼我就一定要报答伊，就爱嫁予伊阿兄咧。安尼是啦。啊！你以为你爸已经嫁翁啊？敢毋是？你讲啥？嫁给阿兄啊？是啊。所以伊袂当互你温暖，袂当互你一个查甫人更加做我去。伊若是安尼生，我阁爱甲伊照顾。我哦，亲像咧半酒怪呢。所以听起来你是逼逼无奈。当然。但是我。要哪安尼你咧？敢讲你着真爱你的家庭是？我足爱，足爱阮某因家迄个产业。讲实在啦，我袂讲我是红烧的啦。啊，无错。哎，莫讲啊大声哦。这毋是真公认的代志。不过毕竟我是靠我自己的真水的所在，所以才能得到这个美人所归。但是啊，伊都毋是真正的美人，伊是。伊是安怎？伊叫做幽丽花。哈？幽丽花？什么啊？你莫是幽丽花？看袂出来是？看袂出来啊。你捌伊吗？我拢有听人伫咧讲咧，即道做伊的迄个，我知，即道我袂参加比赛，我唔是讲，唔是迄个哦，出花会变花啦，讲实在，伊也是，就是讲是电视的优劣，我报名办嘛同意。真是嘞，是但是，你若安尼讲起来，咱两个人，拢有一天外一轮到人，咱的处境拢是同款的啊。所以你希望我安怎做？希望你安怎做？即马咱两个人偷来暗去。已经是事实啦，就算讲要断，嘛无可能断下你。到时阵也是互人知影，咱两个人的关系，要哪安尼，岂不是互别人讲我昂扬出潮？所以唔着嘛，对，就爱较凶嘞。怎样的凶法？规伫我迄个昂婿，逐工拢咧破病啦，讲我嘛无偌久啊，何必着我伫这个世界上伫咧受拖磨？那伊痛苦，我嘛真痛苦哩。既然即马我已经找到我未来的方向啊，当然我着爱甲伊牺牲掉。什么人叫伊这么自私啊？为着伊的破病，
伤我的伤心，到啥来哦？明明拢是为着自己，要哪安尼？你敢清楚我的意思吗？人伫咧讲最恶最毒是负人心，你呀、啊，这小妖精哩，我就是介你一款哩。好，我唔知讲刺激的滋味叫做啥物，只要讲你想要我去做代志，莫免把我搞完事。人讲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会安尼想，拢是为着要跟你做伙哦。所以你是千万不能辜负我呢。你辜负你？为什么讲辜负两字？我是对你真心诚意，他是讲我来当做你爱做的代志，让人的心如此如此感动呢。你实在是神巧，我无看唔着人，我讲头你就生个话，让人咧咱两个人做伙联合来去做。但是我先讲哦，我的宝贝哦，虽然是真古锥、真单纯，也毋过上好吼，我若无了解伤济啊，啊，请我要倒来去，我会替你完成你的心愿。时到时当当啊，到时阵再搁讲。哎呀，其实有任何的消息，莫通知我哦。我知。分头信任。等我好加音。所讲的言语，啊，即摆刷落来去就是刷落来，有一件更较重要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阮翁已经死啊，因为伊牺牲家己要来成全我，要哪样你咧？阮某无像恁翁安尼随吹随死咧，啊无咧，比较阁无好用。安尼你要加吹几个？你用吹的卖啦，过一个想法。我想你安尼安尼，你感觉这个水安怎样？人讲好像好水，只要你讲的，我拢赞同。要哪样生，你就对我的脚步行咯。带去。在这暂时休困，明仔再来看路啊！好啦，我来会中我给你困。
少爷！大爷，你去倒位啊？大少爷！大爷！大少爷！李少爷，在夜梦中我梦到一个梦。是啊，我无梦见，好亲像是大兄来到位，有话要对我讲。我看见伊七孔流血。妈咪，但是等等我到中。安尼好，赶紧回来走啊！Oh.
写这么美妙，半苦短，啊叫做油梨花，讲着我油梨花哦，我阿爸叫做油梨，哎呦，好吓人呢！我阿爸本来是我无啥物囝的名，所以吼，甲我听命命，搁笑命命，舅舅吼，要甲我扶晒起来，你敢不知？他无法度啦，查某人嘛。迄大汉就是爱嫁翁，我等未到十八岁吼，我就跟我爸讲，讲我要找一个翁，足缘投足缘投的，我要嫁予伊。我阿爸讲伊好嫁啦，无要紧，看要开偌济钱吼，叫我家己去敬啦。算来阮翁好花水，电脑敬的啦，会投到要惊死啦。但是咧，他嫁过门了吼。我老公对我吼有够好的啦，我老公一句拢唔敢讲两个，我老公两个拢唔敢讲三，我讲的就是啊啦。但是我感觉吼最近在安怎样，敢那咧变相呢？我甲我骗啊，骗讲伊要做生意啦，迄生意敢有遮侪通去做？虽然讲阮家好业啦，迄工厂啦、店口啦，迄拢是阮家出钱吼伊去做的，但是咧。迄写无吼，我看看，敢若无准呢，都要像你讲的遮尔啊无用着，知咧创啥货？迄若出门拢两三工啊，转来一逝啦。啊，若转来一逝吼，也无咧甲我烧香点火啦，看看呀，就搁甲我砍的啊，真正是气死啦，袂用得。我爱想办法，我今日吼甲装个足水足水的，伊看到我一定会足爱足爱的。我今日吼一定要甲伊。大神三百回合，当初是伊讲过，伊是一夜七处人呐。我今日要试看卖啊，伊是不是佮伊还是当初是迄个七处人？用用只解放剂啦。我无想要再见。我今日特别，我今日特别装潢呢。滚啦！有够水，有够水，油梨花，你来真水啦！翩翩起舞，翩翩笑，翩翩摇娇多逍遥。我为你忍受实在挡袂牢，我真正要讲一句，想要甲你消白。是甲你永远吃袂消，买句给我斗，对，我给你，若是出招就给你斗，看你要如何，祝你讲出嘴。看到我最爱吃香蕉，以此为题，蕉啊，蕉啊蕉，香蕉香 蕉，有你陪伴，每一暝都会真起笑。我永远爱你。对啦，夜夜春宵，我特别晓。这是你，不是我。来，我要送给你的。我知我这心爱。好花水哦，上等雕。
顶的，嘿啦，金蕉，予你吃到，手中无任何挂碍，来当送你一路好行。钓一对，钓一对，啊，我知，金蕉食食的，你要陪我去世界散步。对，你莫出门拢爱戴口罩。无要紧，戴口罩。袂使啦，你若不看无着我的水咯。干嘛呢？心，是啊，你真有自信。你怎么愈来愈强呢？无要紧，准是不寒的。你结果，所以你免烦恼真多。你吃，坐你吃吼。我上喜欢的鸟。我人就足疼过啊，伊就是安尼生啦。偏偏迄种我上爱食的香蕉，但是咧，我连敢要甲交代。这吼、哦，虽然是好食上顶的，但是我感觉，若要好食，就爱要大条的。上佳的是比较进口的。你着食较重的，食较重咸的你。真水哦，真欢喜哦，偷偷吃。好多吃超欢喜啊，哎呦喂、啊、你头痛啊，我小心要过你啊，那个呀啦，你也当心来偷掉，来你拿起来就卖到吃了，浪费才可以给我一起。我人说吃香蕉一直看在看我吼，一斤蕉一斤当做。我感觉你做无好食呢，用行的无？用行哦。是啦，来，起来，来你起来啦。等下啦，你讲香蕉皮啊丢掉。我知影，你看我表演一斤蕉。我不工作哎。你起来呀！你咪看啦！我讲到要看呢。点点，对，就是安尼生，偷偷吃，就是安尼，我爱。你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买单不收藏？你，我问你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为什么无淡薄就要跋倒？你什么人干的啊？我这嘴都要吃了，你跋倒我才让我急死嘞！我惊讲我要跟你扶，佮扶袂着，要吞佮吞袂落，你着看好。你为什么要我袂淡？你不是讲我本身就袂当淡啊？无啊，啊这咱兜啊，香蕉皮丢掉，啊丢掉等下吼，就怎么跟咱来啊？是我失策。来，这就最后一条，扛啊吃吃的。是都好行啦，这条是材料的。你明仔捡起来这条，给你打包，我会收给你的。放心，我会收给你啊。你要翕相吗？歹看。今天的彩虹。彩虹，你才今天没有你啊，怕见的。你这吃落去，咱这爱吃金蕉呢。你还有吃无？你作妖因啦！你是公布你三四个人，怎么搞成妖？是我无你的才情呢。林姐，这一条吃了就要无机会啊、哦！你们为我吃林姐、哦？你看我吃法，你敢想着讲，哎呀，要靠我狠狠困一暝？是啊，一夜七次来为你加棉被，我为你加棉被娘娘。好啦，我会用心给你加棉被。你的皮要留落来。我其实棉被哦，唔免加嘛，无要紧。安尼先好来，之后我看你食最后一次，加上你起床啊吼。你哪愈食愈爱困？个人安尼叫你，紧食。你只要当跟我这条食了吗？你若唔吃，我就想要送你去停哦。要去倒啊？去你的祖厝。安尼好无？我感觉你吃伤久了，我想送你一道好强。
那么大呢啊？奇怪，你是不是无受控？足疼安尼，等下，你不要我死对不对？是啊，我定会死的啦。啊，无死袂出来。啊，但是你，但是我要死之前，我甲你交代。交代什么物件？我若找你十五号拜拜，甲我买迄个美国进口大条的，迄伤细条啦。这爱食金手啊！要死之前，这嘴嘛是还甲食我。又来我，我知你今日的牺牲一定有价值。金蕉皮，莫讲乌白搭，我醉。尤丽花，是你好，你怎会死啊？说不定昨天逃出啊。我唔想，唔想来领啊，共结杯。请问，
我若无写头颈，现在恁厝要对我动结棍，大兄来死，阿嫂嘛比人陷害，家里世间上我所有的亲人拢不存在，留我有何用？好，大人，你若要来讨建议，我就写给你。可以。包了，替我准备写来。我今日写得真好，我问你，尸体人头的？尸体人头，我嘛唔知啊。你唔知尸体人头，你睇你唔知。我问你，再问你一解，藏一堆。我要哪会知影？你唔知好，不要紧，替你写，就到遐讲你。来人，将他将伊敬下，手后掌上。好，大弟，接下来这里红心花的经理，都别结果来。有人结果，三公吹看麦。要记大人，我未来。大人啊，这阿伯啊，我叫做马吉，玉瑶母是我的二少爷，做人忠厚老实又过意。伊袂杀人，你紧甲放出来啊！伊袂杀人，按个现场发叫，上凶手就是伊，伊阁上手捌血。哎呦，我伫因兜做奴才，我了解阮二少，伊袂杀人，你听我老人的话，伊袂杀人啊！现场看到迄尸体，伊并无人头。我来讲，你若要按咱二少放出来，真简单，摕个人头交互我，来人替人。带你办事糊涂。大少爷来死，无看到人头，有一个查某人的人头，我二少爷就会当放出来啊！那个查某人的人头，要去找找，要去找找，我来去找人头，我来去找人头，我来去找人头。Yeah.
要爱怎么行生命？我细汉都无娘亲，咱两个人相依为命，为着你少爷，牺牲怎么行生命？要来报答你的恩情，我明白你为了真重，爹，我完成你。少爷，为你死我甘愿，今生无缘，但愿咱有来生再相见面。查某囝人头，我甲你讲，我问了三名，无法度结案。如果叫人头上盖好，你害死个这李少爷，甲恁赶出去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我甲你拼！我甲你拼！好，嘿，好。无人头袂当结案，我害死阮查某囝，送一个人头互伊结案。我骂你那个老针头啊！我那个老。
中条文太师征召大海，德政立会，五归天花板。有什么路用？证明空蒙的大海，秀英，你等我，我老妈去来陪你咯。有官长对这经过码头了，唔通无犯规路定。阮小小一心。还马儿，本当在此要来助阵的忙，为是要冒犯官威，到底为何？有了什么款事情，你年纪那么要来助阵？官员翁啊，官有官的，父有父尊，为何不讲起去说呢？
大官吃钱，小官惊死，朦胧官丢办案，怨天怨地哦！这我，来，你先过去，发生好事，因我一走，本太师站在你面头前，为你做主。本太师，我是陆家三代老罗名唤马义。陆家大公子李公子威林何先家财百万那灾，陆家发生命案，夫人就心无头，死伫一场苦惨梦中，官长波问青红作别，将我李少爷押到公安，捆大成交。不但如此，尸体有心无头，不能结案，那灾批评我老妈伊，叫我取一个女人的头像。我为着救我二少爷回家，将我的孤十五家头壳甲挡起来。你害人性命啊！我为救二少爷，哪该交代公安官长讲有头有心无头不能得案，有心无头正义充分。我害死我少爷，佮害死我十五家。老太师，我是不是该死嘞？哎，是该灵。蚂蚁呀蚂蚁，你老了老糊涂，你睡得无头秀，无犯大案，如今你有头秀，说必先恁少爷死刑了。罢了，出家事情，公官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蚂蚁呀蚂蚁，你那是要公官为你断案？你必须要爱老友个帮金子，你那是满心安恬，不让公官为你办案，叫老友个帮金子。友个烈火冲天，我头毛吹秋白，帮有就好，那帮无我爱死啊！你就爱帮金子，你那不帮公官无法采信，为你收办了。太叔，你若愿意替我少爷还案，我妈伊拼这条老命，无爱替我还老友个公金钱。当真的出，这是雷中准备。来人呐，俺大老庞大鼓声啊唱。Oh,
这是被他吓昏去的。厨师使用蹊跷，害我王高上王庙困难一出来临的。哦，双双回家。成王爷在上，跪下乃是文忠、文太师。如今罗贵出地，无见一案，马驹老罗风起金旗，安眠无恙。希望成王爷还安捆绑这样的定呢。小白王，你来梦中问他这是什么？一只包子，包子。原来伊人分太师，上王爷出手，为太师之忙。一只包子代表什么？就是自吹我嗨的。
手机中注意，三夜困梦，梦见一只狗，一个小姑娘手提花，狗甘水无花，敢讲这人细狗，不是，也是细猴呢。
甜呢，袂饱袂甜呢。你过间跟我睏呢，今嘛几间啊？你讲啊。八间啊，天哪还袂光啊，看到迄，讲落去。大人开头，文太师要重上出来。啊，公公困，这老人哪样讲伊啊？这个妈尼，公公困，猜下。什么妈尼啊？伊的名。哎，老啊，我名记得袂清楚。文太师要重新变换文太师啊！太师啊，冤家冤家，先给你保你吧。你老公太师。快快提下豪华税到位，豪华税来临，提交豪华税到位。行，经理，你过来领。豪华税，你可见你提交你来要做什么？我唔知我提交我来什么大事了。连依然和魔宅海命，你快快交来！我无做代志，凭什么爱好交的？来人，贵为秋康，出下浪头！是。我浪头来出兵兵叫雷花，雷花，你来你去，代志拢我做，我心肝交我交啊！吹我，你交来！拢是你查某害我，拢是你啦！你是大少奶奶，你不是死啊！我殿下，如今一干领导交出口将来人了，啊，出去走！师傅，我管你啊！红军家将军何罪泄洪？八弟，少爷。主啊，公主，你爱多谢妈咪，是伊牺牲努力的人头，救你的性命啊！妈咪辛苦你了，救命存在，我甘愿啦。以后爱好好友好伊，原谅将你气我八气的。如今办案完毕，以后爱好好友好伊。做你放心，我会将妈咪当作我的义父，友好伊甲百岁年老。多谢文太师，办案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可比青天在天啊！谢谢，安那你们合作就是让我今天听到这，好好温暖。